衣服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于文文。我心中的迪奥就是 Miss Dior，非常年轻、非常靓丽的感觉。幸运福珠宝其实就是像我手上现在戴的这两款，还有我的项链，它是玫瑰罗盘的一个组合，那上面有钻石雕刻的星星跟月亮，那星星跟月亮其实就有一种幸运的寓意嘛。我觉得今天的造型就是干干净净、简简单单的，然后又非常时尚跟年轻的一个造型感，然后搭配上我们的幸运福系列的首饰，也是非常简单干净的感觉。平时在家里面也可以多做一些瑜伽跟普拉提的动作，保持身材的话，主要还是要控制一下饮食，不要大吃大喝的。其实，如果是我今天要唱歌，那我可能就需要多吃一点，因为我需要保持体力，不然我会没有力气唱歌。那如果是要，比如说拍戏，然后我要体现一个比较消瘦的一个状态，那可能就是要少吃一点。我觉得还是要来源于生活吧，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是因为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，然后触动到我，才要想去写一些作品。那还有一些可能真的是一些旋律就跑到了自己的脑袋里面，就是所谓的灵感嘛，那就把它写出来。其实我还挺想跟一些乐队合作的，最近写的几首歌都是那种乐队向的快歌。我觉得还好，但是我其实特别想多听一听大家怎么说我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我觉得不一定非要去因为某些人的话去改变自己，要做出一些调整。但是本身就是一个好奇心非常重的人，我就想知道大家怎么想的。但这一件事情可能不会影响到我，你们怎么看，我写歌的方式也不会怎么改变。没有的选择，比如说我在 KTV 里面，大家就已经点了，你把它删掉，大家还会再去再点一遍，然后逼着你唱，其实非常被动，不像大家想的，你还有时间去想你的心情，他们就想听你唱，你就得唱。